我都卵巢怎么可能癌变了？我有个病人还是个处女呢。咱们的排休多少钱？卡里有3万，还缺2多万。这不叫缺，叫去了。李老，我是给你写自传的记者，我叫盛楠。你有病吧？请您保密。 自己生病跟外人说，不跟我说，有你这样的女儿吗？有你这样的妈吗？不好意思，能不能问你借1000块钱？这是我的身份证，我叫刘光明。你傻呀？你就孤独终老吧。喂。 性感裸男吗？你还跟别的女人做男做女，你就跟我做一次吧。这是随便找人就行了吗？我想和你做。你来立下。看你的脸就该知道你有病，可你不是美女，我还没顾上仔细看。